2022年5月，才女陈绮贞房间里的音乐会来到第三场，粉丝热情还是不减。 在台北开场，陈绮贞心情相当不错，唱到中场时还拿出相机开始帮粉丝拍照。你不要忘了，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是有点文化，因为弹点吉他的流氓。前面后面通通给我站起来！虽然名为房间里的音乐会，不过陈绮贞说自己一点也不文静，希望粉丝也不要太过拘谨。 最终场演唱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朝圣，女生也加码送出3首安可曲，就是希望歌迷们不要留下遗憾。 记者李萌常、苏玉焕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